你下面哦，下面全部很恐怖，你懂吗？我老有病难哦。我现在准备要去坐缆车，在坐缆车之前要不要去上厕所？我不要。你不要，你啊，快点啦！我好随意啊！快点啊！啊，换我拿。我不是第一次坐破冰缆车啦。现在不是哇，是前面觉得很高了。哎，我们两个扮的很假的。我现在很怕，我现在很怕，我现在很怕，我现在是很怕。我现在不怕。你啊？我现在整个脸已经白掉了。看得出，我比你好一点。我是希望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墓地。结尾已经跟你讲，不要太嚣张了哦。我刚才真的是很嚣张 ，OK， 九十给他九十不满意的，我再来了。所以兄弟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这个的恐怖性。你也太嚣张了。OK， 我们到了，这里是冰面到了。哦。咚咚咚咚！我还看出来，要比你百米勇敢。
又到了透明底座的缆车了。来，透明坐底。我靠，要跟大家一起坐，像我不坐会很丢脸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多了一点比较好。结果你坐我对面，然后我就可以把你的样子拍下来。对，我要坐你对面。来拍我，看看。爽爽没？爬楼爽不？哦，下面，哇、哦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看你的爸爸，看你的弟弟，哈哈哈哈哈！喂，这是你啊！来，几位发表感言。我现在真的觉得，水啊！我靠！我现在晚上走真的是恐怖哎！我都告诉你们，花钱找罪受，就是一种，意思叫你花会。杰威，你胆子太小了。最重要是你要看我的脚，我脚现在是很空的。我们有谁的脚不是很空的？他的脚完全不着地。你是不是一直做人猿求偶生啊？不可以你要死就死一次噻！嘣！不要！你的儿子还要回去了，我的会有托尼？怎么这么惨？托尼了！还没有关吗？喂，不要吓我！我靠！吓到我！他的门盖没有关了，有吗？我老呀，他门盖没有关嘞！有意思！不要玩！那你开掉护士的关的话，哇，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体验。我快点跑！那你不要去玩那个嘞，那个很好玩嘞，那个坐就在那边，超好玩的。什么？那个缆车？我就觉得很爽。走，我们再去。哇！哈哈哈哈！How was this? 我的 dream city center. 哦，都完了。Next time. 人家给阿爸看到杀死我了，会不会？浪费钱。